最近我每天生活里都是充斥着这个主题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新的一天，我是要去看家具。因为上一期的 vlog 我有就是专门问过大家有没有什么想看的视频主题，很多的小伙伴就是有弹幕跟留言说想看就是穿搭，然后护肤之类的，这些呢我都是有在计划中被安排的。然后我有看到有一些小伙伴想看 Q&A， 还有就是 room tour 之类的，我觉得是比较新的题材，然后我也挺想尝试的。所以 Q&A 的话，我之后可能会发一个就是征集问题吧，所以大家可以就是考虑一下，之后可以跟大家来征集。关于 room tour 的话，就是比较特别，因为有个小消息可以跟大家讲，就是最近我们要搬家啦，所以我觉得 room tour 的话可能会稍微困难一点点。不过我觉得我可以录一个类似就是跟我一起搬家，然后搬去新家的这样的 vlog， 你们觉得会好看吗？你们想看吗？想看的话可以在弹幕上飘过一个一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新家的话会是有一点新的开始的感觉，我们可以一起挑选家居啊，就是去装扮这个家，这个过程可能会更加的有意思，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蛮不错的想法，你们觉得吗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就是一家家居店。我其实已经看好了几款我蛮喜欢的一些沙发，但是我会带布布一起去就是体验一下，等会见。对，就是它，就是这个。哦，我们一进门就发现了我非常喜欢的这个沙发，这个沙发是我在网上看到的，所以我刚才跟布布体验了一下，觉得还不错。你确定是这个吗？不是这个，是这个吗？不是吧？好像不是这个。不是，我跟你讲了，我去看是不是这个？是这个。对不起，我搞错了。哇，但是很像。你这个人乱来的。进去找我们的沙发。他叫啥？可别脸，可别脸是吗？这个不是吧？舒服吗？还好，还好。找到了一面大镜子。哎，是他，是他，是他。这是 Perry 哦。OK， 你真的乱来，你就是看到一个白色的沙发，你就是试他。等等，找到了，这个其实就是我在网上看的，很喜欢的，但是跟刚才那个真的很像，不过这个是有脚的，刚才那个是直接放在地上的。这个会软。啊，对，沉下去一点。沉下去，你是不是会喜欢这个？价格是一样的。OK， 大家可以挑选一下，这个我们就选它为二号吧，我们回去一号看一下。这个就是一号，大家喜欢这个一号呢还是刚才的二号？这是三号选手，胖乎乎，然后感觉短一点。完蛋了，我们越试越犹豫，本来我在网上看的是二号选手，但是到这里就是尝试了以后感觉二号太软了，然后就很多选择。这个就是四号选手，这个我也挺喜欢的，你们喜欢吗？完蛋了，现在有四个选择了，你们是不是都已经搞糊涂了这么多个？我会列一下一二三四给你们看。我们现在已经看完家具了，在车上了，你们看完有什么感受？因为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很确定会选二号选手了，但没有想到去那里坐了一下，就是感觉好像跟我们想象的不是很一样，所以有些时候这种家具真的去体验一下会不一样。这是给我抢歌吗？对，就是采访一下。我难讲耶。难讲，全都喜欢，只是觉得可能一号选手不是很实用。OK， 然后二号选手可能太软，但是长得挺好看，长得挺好看啊。三号选手我觉得坐得舒服，但是太大了，就是觉得后面太高。四号选手我觉得差不多都 OK， 只是就不知道在哪里，可能太简单，可能这个，但是那个越看越会越好了。特别，如果一定要选一个，你会选哪一个？这个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啊。如果要选两个，你会选哪两个？我其实挺喜欢二号的，但是它太软了。对，真的是太软了，那个是太软了。那你一定要选两个，你会选二号跟四号对吗？啊，对对对。采访完毕，跟你们的选择一样吗？啊，我先看看大家的一个投票吧，因为
暂时我们还会再多看看几个，然后会再考虑一下，会快点把这个视频剪出来，然后大家可以帮我选一选，然后顺便大家可以跟我讲你们想不想看搬家 vlog。 现在我就是要去拿我们的晚餐了，今天我们就是有个小小的 date， 上次的 vlog 跟你们讲新加坡现在又 lockdown 了嘛，就不可以去外面的餐厅吃饭，所以我们就点了外卖。我们点了这家就是有 sushi， 然后有 kigani， 就是有螃蟹，还有一些卷，哦，很好吃的，等会带你们来看一看。到啦，这个就是这个餐厅 sushi 一起到了，很快他们已经准备好了。 OK， 现在回家吃饭啦。Hello， 我们回来了。我们今天感觉天气特别好，而且现在刚好是夕阳的感觉，所以打算坐在户外。今天的食物就是这个外卖。今天我还准备了一瓶香槟，这份就是我的。噔噔，哎呦，啥也看不见。噔噔，这个也太美味了吧！结合了所有喜欢的东西在一起，而且现在是螃蟹的季节，所以这份是我的。继续下呢，这份是我的，这份是布布的 bento， 他的这份其实也挺好吃的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对，这个是鲍鱼，都很好吃的。这个香槟它总共是有1227瓶，我们是其中的一小瓶。慢慢来，吓我一跳！风好大，风超大的，看这边小叶子又在疯狂的舞动，对吧？你的叶子飞到我这里。这是波波让给我的一个乌米，是他班抽里的唯一一个，但是我会送他一点我的螃蟹。不要嫌弃了。You can't even tell it to No, you don't want forever. You just want the pleasure, baby. And I won't lie. We could be so damn good together. 超级好吃，有点甜甜的。给你看一看，真的这个夕阳西下太美了，蓝蓝粉粉的，哇，太美了！这杯敬夕阳，可以给你们看夜景。Hello， 我们终于吃完了，然后喝的我的脸还有点红红的。OK， 你的腹肌去哪里了？ Oh no！ 有了，你看还有。啊！天哪！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大肚肚长什么样了。不可以剪进去哦。我要剪进去。不可以。你要放一个小爱心在那。OK， 放个小爱心。很美的夜景，吃到了晚上。Hello， 我今天自己出来逛逛，就是逛一些家居什么的。这一间的话就是比较小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大概get一个 idea 吧，所以跟我一起来看一看。哦，我发现这个桌子作为办公还蛮好的，我可以跟布布一人一边，这个 idea 真的不错。今天我要出门理发，因为我的头发又有点长长了。然后这次去的呢，还是我上一次的那家日本的理发店，因为上次剪完跟染完，大家的反应好像都还不错，所以我打算再去试试看。今天我穿的呢，就是一个白色的衬衫，然后外面套了一个这种白色毛衣背心。因为我记得他那边就是空调开的蛮大的，然后我怕会冷，然后下面就是穿了一条蓝色的牛仔裤，然后带了一个小包包。现在就要准备出门了，等我剪完头发以后再给你们看吧。现在看起来有点乱乱。现在已经跟发师沟通好了，这次会剪的稍微短一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 before， 然后现在去洗头，等会剪完头发再给你们看。
现在已经剪完了，剪得特别的短这一次，但是感觉还不错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很短很短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我本来打算回家的，但是刚好就是想到了这附近就有一家家居店，我还挺想去看的，索性就在这附近了嘛，我就想说直接过来看看吧。所以今天又是来带你们看家居，最近我每天生活里都是充斥着这个主题。噔噔，我刚才去买了一杯喝的，因为现在已经挺晚了，我不可以喝茶，所以我就买了一杯就是牛奶里面加了这种 brown sugar pearl。 好，现在我们去正式的开始看家居吧。到啦，就是这里，这里其实就是我买当时我的 Herman Miller 的椅子的地方。现在我们去看家居区。这 coffee table 我还蛮喜欢的，就是比较像我要找的类型。Hanging with the cool kids, baby, I can see us high in LA.大家，我已经到家了，终于到家了，感觉好累啊！这两天天天就是在外面逛逛逛逛逛，我觉得你们肯定也觉得我整个 vlog 都在带你们去看各种家具。可能接下来我就不再录了吧，因为感觉真的好多啊，我自己都觉得带着你们看了新加坡无数的家具店。我这段时间就要赶快决定一下了，然后就要忙着搬家了。现在就是休息一下，去喝点水，给自己补充一点能量。番外篇，我们现在出来买冰沙了，感觉自己突然变年轻了的感觉。其实现在也才10点多，因为它是冰，我们要赶紧跑回家，不能在这吃，只能打包回家吃了。开车要保护你家。东西，刚才步步跑太快，把他的东西跑掉了。塞得回去吗？不能，那个断掉了。好伤心啊。来，现在你拿着这个跑。